大家好，我是小花匠，我下面教大家怎样给紫阳绒倒盆。给紫阳绒倒盆呢，首先我们要配好紫阳绒的土。我们配土呢，我们可以用一份的浮叶土和一份的原土，还可以添入一份的沙土。这是我前段时间我栽的法式，也是用这样的土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状态是非常漂亮的，非常好的。今天呢，我给紫阳绒挑的是大点的瓷盆，因为这种盆的透气性是非常差的，我们一定要在花盆的底部铺上渗水层，以增加它的透水性。这是我刚做的工具，我们可以试一下，还是非常方便的。好，我在花盆底部铺的是大颗粒陶粒。好，下面我们进行种植。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慢，我们可以轻轻的把盆拍一下，给它慢慢的拖下去。我们要把周边的土壤给它压瓷，我们可以把老桩上的干叶给它去掉。好，下面我们浇水。浇水呢，要保证水能迅速的流下去，这样的土壤就是可以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水呢能够迅速的渗下去，说明呢土质配比的还是可以的。这样的土质呢，一般在室外的话，2-3天可以干透的。